好，这期视频是最近在寝室上网课的一些早饭合集，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就跟我一起看下去吧。第一天我买了我们学校烹饪学院做的这一袋，算是组合套装吧，啥都有，这一袋10块钱。Sorry, 这个是昨天晚上吃剩下的半个老婆饼，每个早饭都逃不过要当做夜宵的命运。里面一共有5种，还好我不挑食，都是我爱吃的，我觉得特别的划算。这个是红豆酥，我平时不怎么买它，我觉得红豆不怎么甜，没什么甜味儿。它就是像那种千层酥一样，好多好多层，咬下去感觉很厚实。哦，重点来了，我特别想给你们推荐我刚才喝的这个，就是现在喝的这个咖啡牛奶，有一点苦苦的，我特别喜欢。大家猜猜我现在吃的这个是啥？它是老婆，它是鲜花饼，不是我故意占你们便宜哦。我好像是第一次吃这种烘焙店，就是现烤出来的鲜花饼，以前吃的都是在网上卖的，超级超级特别特别好吃，中间的馅甜甜的，然后很浓的一股玫瑰花味，好像还能嚼到玫瑰花瓣，外面的酥皮也奶奶香香的。下一个榴莲酥，这也是我上学期疯狂爱上的一个东西，就是因为它，我这一袋子都是榴莲味儿。又是努力对焦终究错付的一天。哦，我还以为吃完了呢，太开心了，原来我还有一个。这个椰蓉酥也不甜，跟那个红豆酥一样，都是因为凉了就变得有点面，有点软。我家卖的椰蓉酥特别好吃，我感觉比这个好吃。第二天，没错，不是你们进循环了，是我又买了这个咖啡牛奶，有点上头。今天吃的是超市散装的一些面包，首先这个吐司也是我非常想给你们介绍的，其实我以前已经吃过一次了，这回我特意又买了一个。它外面一圈是枣糕，中间的是蔓越莓吐司。其实我在网上看到现在有好多都卖这种外面是蛋糕里面是吐司的这种结合体，但是我是第一次吃，我觉得口感好丰富。外面的枣糕是那种松松软软的，然后还带一点点枣味，中间的吐司又是软软韧韧的，很有筋道的那种牛奶吐司，就搭配在一起，意想不到的一加一大于二。本来那天晚上我就想去超市溜达一圈看看我没想买的，但是就走到散装那块，它就剩一袋了，我就果断拿下了。中间的吐司还能嚼到一点蔓越莓干，酸酸甜甜的，真的好好吃哦。这是一袋咸蛋黄馅的小面包，但是我怎么好像闻到了一股榴莲味呢？一定是我的错觉。这个面包体超级的软，就拿在手里一样一个坑的那种，面包体有很浓的一股奶香味，然后中间它应该是咸蛋黄面包吧，要不外面怎么画着一颗咸鸭蛋呢？但是馅料一点都不咸，就像奶黄馅似的。我好像当时在看一个小甜剧，忽略我这个匪夷所思的表情。今天没穿睡衣，不是因为早起出门了，而是因为睡衣打湿了。今天咱们吃的也是昨天在散装区买的这个蛋糕，它是黑芝麻味的蛋糕，就看起来黑不溜秋的，没什么食欲的样子。这也是我回购的第二次了，我觉得它挺特别的，闻起来有黑芝麻味儿，但吃起来没什么黑芝麻味儿，就是一个非常湿润的蛋糕，有点黏黏糯糯的那种湿润，会黏在你的口腔里。外面是一层薄薄的虎皮，几乎感受不到，中间还有薄薄的一层夹心，我也吃不出来是什么味道，但是我还挺喜欢这个口感，我第一次吃这么湿润粘嘴巴的蛋糕，就感觉很神奇。还买了一个肉松饼，但是它不是有橙的，我觉得还是有橙的肉松饼最好吃。
以前吃不出来有啥区别，这么一比较就感觉这个外皮特别的干硬，吃起来就跟纸一样。我最喜欢的桃李面包就是这个紫米面包，你们最喜欢的桃李面包是哪个嘞？我觉得它的馅是真的给的很足，很舍得给。我就喜欢吃这种馅儿贼拉多的面包，它的面包体、紫米馅还有奶酱都是我最喜欢的。除了吃到外面最一圈的面包边边有一点干，我觉得就没啥别的毛病，性价比之王。今天喝的是一个以前没有喝过的豆奶，换个新口味。今天早上先吃一个我室友给我的香芋蛋黄酥，也是我们烹饪学院卖的，它是前一天晚上给我的。你们知道我为了今天早上录视频我忍得有多痛苦吗？这个真的好好吃，就跟外面卖的一样，一点都不像是学生做出来的。中间是碾碎的蛋黄馅，外面一圈是香芋馅，重点是不会很甜，没有劣质香精味。真的太好吃了，我现在就想冲去再买一个。还有一个在超市买的面包，我才发现它是稻香村的，但是掰开还是有一点小失望。我看着包装图，我还以为是一个中间夹心很多的菠萝包之类的。我都有点忘记它的味道了，反正就是奶香松软吧，没啥别的记忆点。不过它也蛮湿润的，不干吧，反正就是有点普通吧。毕竟咱都吃过这么多面包了，这个标准得上来点儿，不能再像以前似的得啥说啥好吃，是不是？我现在是钮祜禄氏困困。另外这个豆奶还挺好喝的，还不错呢。短暂性的白一下，别走，咱还没完呢。这个三明治是去面包店买的啦，其实我还买了个芝士酥，但是没录上，已经被我吃掉了。我觉得每家面包店好像都有这样式的三明治吧，就很难做的不好吃，有手就行。标配一般都是火腿、鸡蛋、肉松，我们家那边还会加玉米粒，那就更好吃了。中间还有点沙拉酱，整个咸咸甜甜的。就是我不太喜欢吃这种三明治里加的鸡蛋，很硬，那个鸡蛋白、鸡蛋黄都很硬。甜口面包吃多了真的会爱上咸口面包，越吃越开胃，越吃越饿。话说上了网课之后，我早上就再也没去过食堂吃口热乎的包子啥的，还有点想念呢。好了，那这期视频就先到这里啦，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拜拜大家。